晚上在龙家机场吃了饭，我们就又出发了。机场里就这么一家小饭馆，但味道很不错。因为杯子的造型好看，所以买了他们家的饮料，挺好喝的。第二天，夏青哥哥请吃饭，坐上姨父的车，我们又开始奔赴美食。不饮嘞，倒数了。不饮了。夏青哥哥带我们来的这家本帮菜味道非常不错，点的实在太多了，吃也吃不完。吃完这顿，第二天就要开始体检了，所以晚上需要空腹。做过胃肠镜的，可能都喝过这个。话说这个量也太大了吧？做完体检就可以好好玩了。四年没来港会了，变化挺大的。这防护玻璃做得比我人还高，想必也是因为曾经发生过的可怕经历。没想到港会现在有阳台了，第一次来一定要记录一下。话说歌剧魅影大家都来看了，开始逛天桥了。上次回来的时候，很多天桥都还没完工呢。换到下一个天桥继续拍。刚好可以看到这个 3D 的。猜猜他举着手机在拍什么？设计的的确很好。美罗城这颗大球球依然那么强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曾经的大千美食。待会我也要在这个长凳上坐一坐。剪得那么整齐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什么时候北派也能有这个财力做这样的规划？还是最喜欢小时候经常走的老天桥，视野位置绝佳。
赵家浜路现在变得都快不认识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美罗城下面有个小市场，准备去看看。小市场虽然没有长春桂林路那么震撼，但看着也挺可爱的。难得自拍一回，他却有点害羞。遇到如此可爱的大娃娃，怎么能不合个影呢？走了好大一圈，有点饿了，准备去吃饭。没想到美罗城里的大时代已经关了，不过来江边城外吃烤鱼也很不错。体检那两天也没怎么好好吃东西，今天一定要补回来。渐渐暗下来了，灯也都亮了，夜上海的氛围一下子就出来了。还没来过上海的朋友，真心推荐你们来徐家汇看看，这里的风景虽然没有外滩那么开阔，但重要的是它不像外滩那么挤，喜欢拍照的小姐姐可以在这里发挥得更加好。她手里这个粉色袋子里装的是草莓酸奶，感觉每天都在不停地喝，你说怎么能不长肉呢？明天一大早准备去排队买鲜肉月饼，敬请期待。